我们的这些四条腿的朋友，由于有着天真可爱和无忧无虑的天性，他们能够为我们提供足以陪伴我们度过一生的娱乐，但他们也时不时的会用滑稽的动作来吓唬我们。从喜欢恶作剧的狗狗到淘气的猫咪，这次我将为你介绍一些差点让主人心脏病发作的宠物。狗的牙齿，你知道成年狗的牙齿比人类还要多吗？大多数的狗都是这样。这个半狗半人的怪物是什么？不用惊慌，这只名叫茉莉的狗狗并不是什么的变种生物，它只是偷走了主人的假牙。我能想象这只狗的主人发现自己丢失的假牙原来在这里时会有多震惊。现在茉莉把假牙放进了自己的嘴里，它似乎不想把假牙还给主人了。Molly, yeah, Molly, come here. Give me teeth. Come here, you mutton. Give me teeth. Give me teeth. 不管它的主人怎么哀求它，茉莉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还就是不还。Look at mommy. She's sitting there looking at me. Give that boy back his teeth. Oh. 双头狗。辛苦工作了一天后，回家与宠物团聚是一件非常疗愈的事情。但想象一下，当你打开前门，发现这只双头怪兽正盯着你看。听说过塞浦路斯的故事吗？那只守卫地狱之门的多头狗。你现在看到的是它的金毛猎犬的版本。其实你所看到的这两条前腿，实际上是属于左边那只小狗的。天哪，我还以为这是从某个实验室跑出来的怪物狗呢。狗狗与自动打扫机。如果你有养一只小狗，你应该时时刻刻盯着它们，因为多数的狗总是会做出各种各样的恶作剧，即使它通常不是故意的。有一个家庭就意识到了这件事，主人用自动打扫机来清洁客厅，一个小时回头看后，就发现了这个大屠杀式的场景。让我来想象一下这一系列的事件发生的顺序。首先，这只小狗便便在地板上，接着小狗跳上自动打扫机，以防踩到自己的粪便，最后自动打扫机碾过粪便并继续运行，因此在地板上创作出一个熏臭的抽象艺术。当然最搞笑的是这只小狗脸上的表情，它好像在说，看这我干嘛，这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站起来的猫。大多数的时候小猫是非常优雅的动物，但是这只猫却经常非常不优雅的站起来。你们是否也被它那不自然的两腿站立的姿势吓到了呢？这是五岁半的 Lex， 这猫是主人在路上捡回来的，而且在捡回来后就经常都是这样站着的。我敢打赌，当它第一次在它主人面前这么做的时候，它主人一定被吓得跳了起来。事实上它每次想要爱抚的时候就会这样站起来的。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我不太敢接近这个肌肉男，它看起来与其说是只猫，更像是一个保镖。超级活泼的狗狗。任何有养狗的人都知道，狗狗对任何事情都很兴奋，而极度的兴奋通常都会导向一件事，那就是混乱。2020年2月，佛罗里达州的两名狗主人经历了一个惨痛的教训。真是个闪亮登场。这只两岁的佛伦是一只非常活泼的狗。那天下午它正在后院和主人玩耍，然后追着主人 PO 回到屋里。它已经试过很多次像这样跳到沙发上，
但这一次他似乎跳得稍微过头了一点，直接撞破了桌子。在他那史诗般的翻筋斗之后，整个家庭包括他们的另外三只小狗似乎都惊呆了，而佛伦的表情看起来就像在说，这只是个意外，对吧？值得庆幸的是，这整个过程被监视器拍了下来，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同时，佛伦也许会从中吸取教训，让这次意外成为最后一次，不用让他的主人的心脏再停第二次了。再来就是，这整个过程中他没有伤害到自己。液体宠物，当你以为你的宠物不见了，你的心脏会突然停一下。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可怕的了，在屋子里到处寻找，喊他们的名字还是找不到他们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开始有点恐慌。但我告诉你，一定要仔细的检查每个角落和缝隙，特别是如果你养的是一只猫，猫的身体真的是液体，如果我们给猫咪足够的时间，它就几乎能够把身体装进任何的容器，而这猫似乎想把这个理论付诸实践，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它的主人担心的要命。兴奋的狗狗，当你带狗狗出去散步时，尤其是当它的体型稍大的时候，如果它控制不住自己过度兴奋的情绪，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会这样。81 autor písničky na výber Jan Baláš, napište nám SMS-kou na 774 2015年，当这位司机开车行驶在捷克共和国的一条乡村道路上时，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只巨大的圣伯纳犬欢快地跑过道路，而他的身后拖着一个面朝下的孩子。有时候你得问问自己，你是在遛狗吗？还是狗在遛你？音乐猫，你的宠物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吗？也许你的狗狗会倒立，或能够含糊的飞出音调。一位来自乌克兰的猫主人在2020年10月发现他的猫有可怕的音乐天赋。在听到从另一个房间传出来的不祥的音乐后，这个可怜的猫主人可能误以为自己进到了一个80年代恐怖电影的场景，直到他转过拐角，发现他的猫正站在键盘上。这只小猫所穿着的滑稽外套让这段影片变得更加精彩，这和朵拉挥舞着一把刀一样诡异。除此之外，这只猫更加的让主人惊讶。简直就是完美的演奏。送礼物的狗狗，狗天生好奇心强，它们喜欢探索周围的环境。当它们闻到不寻常的气味时，便会尽其所能的去寻找气味的来源。尤其是当这个气味是从地底下散发出来的时候，也许你不知道，狗狗很喜欢挖洞，而这只狗狗的主人真的大吃了一惊。因为他的爱犬在后院挖出了这只恶心的虫子，并把它送到了他们的家门口。你看看他，他看起来非常自豪，你怎么能拒绝这张脸呢？你应该说，好兄弟，这是多么刚开的礼物啊，这正是我想要的。你想想，至少他没有把这东西吃了然后再吐出来。让人担心的狗，人们都说你不应该让你的宠物独自留在家里太久，这位狗主人应该要比大多数人更认真地对待这一建议，因为他在一天回家后发现他心爱的柯基小狗狗里像这样躺在厨房的地板上。当然他想着最坏的状况非常担心，但当他走近一点时，他意识到一切都不像看上去的那样。事实上狗里还活着，蹦蹦跳跳的，他似乎并不知道他的主人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他应该是从水果盘里拿出了一个颜色鲜艳的火龙果，然后狼吞虎咽的吃了下去，好吃的昏倒了，真是个搞恶作剧的高手啊。
郭蒂并不是唯一一个因无心的恶作剧让主人陷入混乱的宠物。看看这只小猫，它把红辣椒撒了一地，还继续玩弄，创造出了一个乍一看令人震惊的血腥场景。还有这只表情非常无辜的狗狗，它快乐地坐在主人的床上，嘴上涂着可疑的红色，实际上它只是在嚼着它主人最喜欢的红色口红而已。